书呢，靠近一点，大家看一下，它的包容 technique， 它是英国皇家舞蹈协会出版的，出了好多年了，1948年呢是第一版，最后一次印刷呢是1994年，所以它是一个相当详细的，摩登舞的字典。我今天想根据这本书呢，来复习一下一些基础的动作，比如 feather step。我们有多少种 feather step 呢？就是羽毛步。羽毛步有 feather step， 有 feather step， feather finish， 有 feather ending， 有 hover feather， 有 curve feather， 还有 back feather。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很多的细节啊，比如说方向啊、升降啊、角度啊、heel toe 和 toe heel 这些。如果你没有这本书的话呢，可以在网上购买，或像 Amazon 上应该也是有的啊。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卖家了啊，我也卖这本书。我想利用下面的时间呢，让杨正英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feather step 的正确的做法。羽毛步简称为羽步，节奏为慢、快、快，四拍完成三步的步伐。那我把身体侧过来，我们面对正前方开始，身体转向角落。第一拍，右脚前进反身动作，身体转动四分之一，跟掌，节奏为一。第二拍，左脚经过右脚重心收至脚边，二。第三拍，我们臀部开始向前摆动，左脚前进一步，掌，三。女伴可以把头回到右侧，男伴把头保持在左侧。第四拍，右脚经过左脚脚边后完成反身动作位置上的前进，掌根落下，四。看一下完整的步伐，跟掌，掌，掌根，看一下身体的位置，反身动作，侧身引导，反身动作位置结束，节奏为慢、快、快，换个方向 1 2 3 4 and。后退羽步，因为男步和女步的脚法不同，首先为大家先介绍男步步伐。我们背对直线开始，第一拍，左脚后退反身动作，身体转动四分之一，掌根，节奏为一。第二拍，右脚收至左脚边，二。第三拍，右脚后退，掌，臀部开始向后摆动，身体向前倾斜，节奏为三。右脚为掌，左脚为根。第四拍，左脚经过右脚后继续后退一步，结尾落根，节奏为四。看一下完整的步伐，掌根，掌，掌根，身法为反身动作，侧身引导，反身动作位置结束，节奏Slow and quick, quick. 换个方向。And 1 2 3 4 and. 女士的脚法与男士不同，我们同样背对直线开始。第一步，左脚后退，同样的反身动作，节奏为一。第二拍，右脚并至脚边。第三拍，女伴右脚的脚法为掌，但是结尾的时候一定要让右脚的后跟往下踩，变成两个脚全脚的位置。那在这个位置上呢，我们有一个脚法称之为无足步伸，是胡步里面比较典型的一个升降方法，也就是说是脚后跟没有离开地板的身体拉伸。所以当我们的脚后跟向下踩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开始继续向上拉伸。第四步，左脚继续后退，掌根，右脚托根，并拢结束。
看一下完整的脚法，掌根掌根掌根结束，看一下身法，反身动作，侧身引导，反身动作位置结束，节奏为 slow and quick quick and， 换个方向 and one two three four and。后退一方的要求是，脚步的要求是 hold you hold you hold you hold， 节奏呢也是 slow quick quick slow。 讲了在 feather step 你之前会走什么步，譬如之前你可以走 natural turn， 可以走 close telemer， 可以走 change direction， 可以走 hover telemer， 可以走 reverse wave。 做完 feather step 之后呢，你也可以走譬如说 three step 三指步，reverse turn， 反转，反向转，也就是逆时针转，等等等等，还有 close telemark。